老铁，别跳了，老铁。橘子没有啦，但足球一颗啦。我的喵啥小啦？不好意思，我是刚 YT 过来的。今天会有萤火虫环节吗？好像大家都很喜欢萤火虫哎、欸，100份才有的活动是吗？也不一定是100份啦。完了，微服超级大串烧，所以100份萤火虫吗，老哥？差不多啦，人都有一个价码。小意思。小意思。啊，哥们。感谢 ANTNOY 十一。OK。OK， 没有什么是钱做不到的、啊。我只想跟你说，没有什么是钱做不到的。啊，老铁，别跳了，老铁。等一下再跳，反正这个歌要跳100分钟。这边我先舔包，这爸爸这么狠啊！你好像是新的爸爸哎、欸，从今天起就叫你爸爸了。敢问那个新爸爸怎么称呼呢？我们应该叫你一声干爹，还是你喜欢别人叫你更亲密一点的名字，例如说老公？感谢，真的是感谢干爹哦！怎么有人这么好啊？100分订阅就这样子送哎、欸！我也不是这么贪心的人啊，就是有钱就可以啦。嘿嘿，我们就是有钱就可以的人哈。感冒都好了吧？好了，今天该加班了吧？今天打到死啊！血明亮现在是可以翘班还是怎么样的、欸？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说翘班就翘班吗？应该不好吧。老哥，这死人游戏直接关了吧？那这游戏关了，我要玩什么 ？YT， 我看你还是 CSGO 的好手哎、欸，也没有到好手这么强啦，就是比较会玩而已啦，没有到好手这么强啦，太看得起我了啦。哪有到好手这么猛 ？OK， 这把打完直接 CS。我上次看直播有脱衣服，现在还要脱衣服哦，很冷欸，我怕冷欸。哇，你好像刮刮乐中头奖哎！哇，不然闲是连下衣也要脱了。下衣如果要脱的话，我们可能要转战别的平台哦。
车头灯。那来个 VIP 可以吗？那有什么问题？早就该给了。好狠！哇，新爸爸哎，一百就一百哎，要五十。哎，好像可以玩一个东西哦。哇，太亮了！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超模糊。啊，现在是这里福利挺深了。福利挺深，我也是。还有别招吗？没了，我也就这几招而已啊。主播今天喉咙还痛吗？完全不痛了，有这200份订阅，我感冒都好了。哇，又50！啊，毛毛虫！那也只能毛毛虫了哦。我连萤火虫都死出来了，还有什么招可以用？哇，好像没有招了欸。灯笼鱼，灯笼鱼我略懂。灯笼鱼上衣又穿起来了，好奇怪哦！不是啊，我家里没暖气啊，我怕冷啊。衣服又穿起来了，不然这样好不好？我怎么死的、啊？阿贤最熬出头了，15等哎、欸！再一次，我就不相信这样杀不了人。我的准心在哪？干看不到，隔壁女主播的车头灯好像比较大哎、欸，那她有灯笼鱼吗？Hello guys, are you here？ 拿两颗橘子塞胸前的吧。橘子没有啦，但足球一颗啦。这样我的车头灯够不够亮？ Let's go！ 这样我的车头灯肯定要够亮了吧？Fire！ Bang bang bang！